哇，这里面还有钱多呢。好，小花，今天和我爸来田里抓这个鱼，用这个网来网，就像水比较深，然后难网，而且也有这个大草。那个家伙那家谁他那个二的吗妈呀我来给你们看啊嗯哇这是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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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了呀，走走走走走，收乱了半天，就来把它看看。这个稻草鱼在我们这里卖挺贵的，而且又好吃啊。都是我妈他们喂的喂饭，还拿饭来喂呢。嗯，这么大，哇，别动不动它，你看好凶哦。也没有你那样，肚子这么大。你最便宜，你这个来多来一种，我帮你提个。那好点便宜的。讲话吧。行了，你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是炖的那个羊肉骨头啊，哇，这么一大锅，看，我放那里炒的鸡米。
对呀，你怎么跑的？要找个车去。还再怎么接刀子，再跑上啊！先生，办了啊！今天我爸好多客人，就他们呢，还有就我外婆他们也来了。